国粹精髓，为你七星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教品牌服饰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武术课程班，我是本期的主讲蔡阳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武术里面的一个跳跃动作云顶翻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跟我们进行讨论，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官方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给您分享。想关注我们的视频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动作示范。好，下面我们做这个动作的动作讲解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经常在三步之内完成，如果跑远了的话，你身体会往前冲，冲得特别远，尽量在三步之内完成。因为我是左脚，就是我先第一步先迈左脚，一，大好，一，二，三，起跳。三步完了过后，我们这一步提膝特别重要。我们提膝过后，腿往上面走，然后我们身体是一个后空翻。踢右脚这一步甩腿跟我们左脚的蹬地，让大家看我做一次。我现在不翻，我只往上走，看提膝走，看了吗？提膝左脚蹬地，然后在空中呢我们是一个后空翻。平时我们练的时候呢要多练一下后手翻啊后空翻这种练习，让我们身体翻的速度快一点。然后我们落地的时候身体尽量往前面压着一点，然后往下面压着一点呢，我们身体去做我们最后的 pose 的时候，身体往下面压着一点，身体不要往后仰，往后仰的时候我们会站不稳。好，这个动作呢是我们的一个武术里面的高难度技巧动作，在我们练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具有非常好的腰腹力量，然后还有我们腿部的爆发力。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呢，尽量找一个伙伴，自己的朋友啊，拽着我们自己的衣服，这样去做，然后以免我们自己没有翻过的时候，头会落地，会戳到我们的头。他如果他能把你提了一点的时候，你的翻的时候，假如说快落地的时候，他帮你提了一点，这样能保护你自己的安全。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在地毯上，在要铺有地毯的这个地方去练。不要再就是像我现在练的这种水泥地啊石头地上去练，防止我们的受伤。下面给大家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。因为这个动作呢它比较需要我们的腰腹的力量，然后还有我们腿部的爆发力，所以说呢我们要再练习一下，我们训练的时候要练习一下我们以下讲的动作。第一个是我们的腹肌呢，我们可以做两头起或是两头起来拍脚，一组呢我们可以做20到30个，然后每天做3组左右。然后平常我们要练一下我们的收腹跳，看我收腹跳这个动作呢，每天我们练20到30次30个，一组我们做3到4组。好，我们平时要练什么动作呢？动作是我们的起跳，因为我是左腿起跳，看我左腿这一个动作，收我们的右腿。这个动作呢我们每天练习10到20个，然后练3组。还有个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后手翻或者是后空翻，这后空翻或者是我们的后手翻。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每天练习20个左右，然后也是3到4组。好，今天教大家的这个单跳后空翻就是我们的云顶翻，这些动作呢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训练要求去训练。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法，今天教大家的。然后如果大家跟着我训练的要求去练的话，肯定对你的这个动作的完成有一定的帮助。好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跟我们进行讨论，同时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跟你分享。想关注更多的视频，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大家再见。